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位单亲爸爸，这是我的小孩，已经3岁半了。他妈妈在他1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，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自己带小孩，因为那时候他还小，要喝奶粉、用尿片，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。我就开始刷那个花呗，给小孩买那奶粉、尿片。后来因为生活压力太大，花呗也没有还上。直到前两天发了工资，花呗就自动扣了。本来我的工资就只有2000来块、3000块钱。花费扣了，我身上就没有什么钱了。然后呢，这两天小孩要交学费，差200-300块钱，我就想找个朋友借来把小孩的学费补上先，给他们发信息、打电话，也没有一个人接的。这种连200-300块钱都借不到的日子，真的很难。房贷还不上了，工作也刚搞没有发工资，是比较担心的一件事。不过担心也没用，因为没有钱还。现在只有活着才是有钱还，只要努力挣钱。如果不挣钱的话，说的再多也没有用。那个比较幸运的是，今年还是比较少的，如果太多了，今年肯定压力更大。以前没有结婚的时候，一个人赚一点房子，但是也没有存到钱，因为只有一个人挣钱，没有家庭，所以说一个人比较困难的。现在结了婚更困难，现在一屁股债，压力又大。奉劝那些人，没有钱的还是不要结。就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啊，不结婚了，但是因为压力还是结婚。但是结婚呢，肯定先拿到结婚的责任来了，两家糊口。但是现在先的账先放在一边吧。就是说通讯录一样，现在只有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一点。如果活着活不下去了，那什么还钱还贷是不是啊？我在里面还贷欠多少？我还的还贷总共30万，能力比较差，还的话呢也很难还清，要等很久。对，但最近几年肯定是没钱的，买了本，那个经济压力大，饭不吃上，爹一个人都没有。这群大山就不知道全部去哪里了，一个都没看到。我也是注意了，平常这里住满的人，那大山全部都在集合，今天他一个人都没有了，一个都没看到。哎，应该是去捡那个捡袋子去了，捡那个易拉罐那个盖子或者那个槟榔袋子。去捡这些东西去，因为这些东西有捡，他们应该是捡这个维持生活的，花点生活费，因为他们都去捡去。今天一个人都没看到。算了，我去找他们了，我一个人在这坐一会儿算了。捡槟榔袋子、红牛盖子这种事，我是干不下去的，因为一天找一天也就是7块钱的东西，找个生活费而已。干得没劲，所以说我不去了，在这里坐一会儿，他们一会儿应该就回来了。这群大神不知道今天能捡多少，晚一点问一下就知道了，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外面在下大雨啊。哎，没地方去。
身上又没实力了。他手机坏了，然后又去修了，又去搞了个什么，把所有的钱全部拿回来。然后搞混到一起。哎呀，今天我们就当时觉得我们也是比较低呀，12、13块钱没办法呀，你先去干一天先，身上要实力，有点实力才行。哎，早睡早起，明天还要去干日嘴。哎，这样子。对了，我在想有多少人能够像现在像我一样全部家当加在一起不超过20块钱的。哦，准确的说应该是26块钱。全部家当加在一起。只有26块钱了。所以说明天再怎么不好干也得干一天。实在是没实力了。哎，睡觉睡觉。30多岁，没有工作，没有钱，没有存款，没有老婆。作为一个90后，我给90后丢脸了。没有办法，现在为了继续维持生活，只能把我这个备用手机给处理掉。因为身上已经没有实力，现在解决我的燃眉之急，也是无奈之举。现在的话，把这个手机给装进盒子里面打包，现在就去发快递。这个手机卖了1200块，刚刚快递已经发走了。现在身上实力又强大了，等一下去买点水果，犒劳一下自己。钱又负债的日子感觉好难呀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如果有的话，你们是怎么度过去的？我怎么感觉现在越来越难了？给家里打电话一般都会给我妈妈打电话，然后昨天感觉好久不给我爸打电话了，就给我爸打了一个。说着说着，我爸就说起和年龄差不多一块上大学的村里的其他人。我爸就说，你看人家不是事业单位就是国企，就你混到现在连个工作都没有了，还带个孩子背一身债，你说你以后的日子得多难。然后又抱怨我以前给我找的工作我不好好珍惜。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亲戚给我找了一份职高老师的工作，但对我这个社恐来说，站在讲台上讲课，我真的特别特别紧张，浑身都冒汗。一星期我实在是受不了，然后一星期之后我就辞职了。可能要是放到现在，我就是拼死也要抓住这次机会了。但那时候年轻，就觉得自己的选择还很多。就这件事，我爸爸一直到现在都觉得非常非常遗憾。我知道我爸也是恨铁不成钢，但他这样说我心里真的挺难受的。因为我爸是一个平时话特别少的人，更不用说指责我的话。在我印象中，除了那次我辞职那个职高老师，他就没再这样说过我，真的。所以我心里特别难受。我不是想回老家嘛，然后就打电话问了车的情况，结果到现在还没有通车。我问什么时候通车，人家说也不知道，得看疫情。归根结底这么难，就是没钱。所以现在只能想办法挣钱了。